分体嘛，自性本身，自然本性，即无差别，所以入顿渐之家名。迄、那个顿渐，迄是一个方便的家名。先叫做顿，先叫做渐。顿叫做开悟，叫做顿修。啊，顿叫做开悟，叫做顿悟。啊，渐叫做渐修。啊，顿甲渐，哪个甲讲明？迄个渐，迄个渐，忽然伊开悟，即是顿，即是顿啦。啊，那迄个顿，迄个顿悟的顿，伊那未修，啊嘛即是渐。所以迄个顿渐，你是一个，因为无入即个名内底当中啦吼，无法度人去讲迄个啊，叫迄一个对立的话。咱今日去咧做实，伊讲话就做实了。做实有分较有尖啊，做实是无分较无尖哦。清净的本体是无分较无尖，是咱另外来轮回来。咱今日去，而且是咧轮回底咧。咱的欲因触欲缘，咱心欲色，咱的念念动，咱的精神暗昧，毋是你的智，毋是你的。唔是你的自性歹去咯，唔是你的迄个真如本性歹去咯，迄个真如本性就无歹咯。即叫做太阳，太阳，好、哦，即叫做啥？云，即叫做光，云叫做光。今日你这太阳叫做自性，咱先讲个，叫自性，因为是安尼日头照个嘛。问题出伫个所在，问题是出伫只囝份，问题出伫只囝份。即囝份若愈高，你下底愈矮；即囝份若愈高，烟中山下落来，你慢慢就发现光啊。其实含这个烦恼，含这个病，咱是两烦恼。伊个问题出伫只中一方，咱今日去理咱个自性，是出伫咱个本性。咱的个性，咱的习性，咱的气质性，无留意，无留意咱的本性。人之所性本性，本来迄个性，就是叫做光明类的义无所念的物件。是因为你后当来才用多功的果，较早人咱人讲，啊你练回咪，练回咪啊，你才轮回，咱只要轮回上。所以咱卡入高。咱人生就愈暗，这个暗啊，叫做无光嘛，这暗、个、叫做无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过去的比如讲，现在的100%的能量，以下列些到地方都，像咱那百那个的百分之损伤，到地方都第一道是按那个这个的佛，但是。这十福袋内底当中，拢是这粒心去变的，对不对？拢共这粒去变的。但是去变的当中，敢是这粒，因为这粒心，就是有，就是安那有染。心就是有染嘛。但是你讲心有染无？心本身心就不染嘛。但是你80%、90%、80%、70%。60%、50%、40%、30%、20%、10%，啊，这不是到这就叫做暗淡无光。暗淡无光，你本来叫做无量光、无量寿，就是你的自性，是你这物件叫做起性、叫做变性。所以你修到，你今日拿这个有派去了后，这个来改变了后，你要修到等于讲，这个无可能。看起来你才了解到你无看，是因为你把你的气质、习性、秉性、积性的物件，这个要甲收掉。所以六祖明，迄个可能金刚经里第四分的内底当中，一上无上，哎，二上七分的内底甲会讲。诸佛的若菩萨心，诸法二心了破心，如人入暗，即不能所见。若菩萨心不自发而行布施，如人因果人果明照见众生。若菩萨心哦，
你虽然菩萨心魔，迄句话叫做自发，自发，哇，自发，一个叫做自发，一个叫做不自发，对不？啊，这个主要要解释，安怎解释？这个主要解释就是净，就是净，这个要解释就是净，执着的执，欲破失心，自发执着，发。什么叫做法？六道万行法，哦，四界法，哦，这个十二因法。你虽然菩萨心，甚至你今日在行什么道，在世、法世、无为世，拢包容一切的法相现象。如你有住有执着，如人入暗。什么叫做如人入暗？就是参详这人以为自己暗在里边，因为。即间叫做讲堂，咱个讲堂叫佛法，侬个看起来，你叫会高明呗？如今就啊，即个人所见，你是生的多，你是妄的。若菩萨心不住法，不住即个人叫好，不住就是哪？就是他无所依，一切的执着。离心过心，你这人不自发离心过心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众生，就是参详一个人目睭，迄、那个日光明照，你是日光明照，你会当看到一切，叫做了了分明，清清楚楚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先来讲，因为你今日无执。你这个心不叫白的，那你们越要豁达，越好人这个，越好人这个心，诶，那个修光明德，这叫做光明道，光明德，这个叫做修前面的，这就是最急，到不急，你才产生。所以呢，你们不讲办法，你对吧？这样变得急。再接十趴去，再接二十趴去，再接三十趴去，再接四十趴去，再接五十趴，到人都算是光。再接六十趴去，再接七十趴去，再接八十趴去，再接九十趴去，啊，都归乌苏苏啊，暗暝光啊，是啥物件？因为你一片愈下愈大，愈大愈大，不是这个问题，听好，不是问题，愈下愈大，愈大愈大愈大。好，但是你今日。哪个叫空？空啊，那个行仙嘛，仙那个比喻叫空嘛。这个仙空来个吹，来个吹，哦，那个吹吹这个魂，啊吹吹了魂，吹了魂，哦，吹了魂，吹了这个魂，那魂去了，你这个主想，你这个跟的主人想要好改变，想改变光明了。啊！你的自信是光明啊！你的自信就是无助啊！你的自信是无爆，无叫这物件爆。所以今日去开始跟你讲来讲，先立心，六祖来讲最大点。我处法门，我处法门，讲这个法门是什么？这个法门叫做大乘法门，大乘法门，乃至大乘法门，不是大家无法明白。因为毕竟，咱一定要了解。你金刚经的第第十五分的内底当中，佛陀讲一句话，伊讲，伊讲的时阵啊，迄个，即个了，咱今日要学这个大乘法门，哦，伊讲如来十地是名，十地如来是无法大乘教说。如来是为法最上乘者说，上乘者最上乘者听啦吼，最上乘者就是讲菩萨阿弥陀佛，上乘者就是讲菩萨，这个意念。如来是法为法大乘者说，为法最上乘者说，若有人修持独生处境，如来十地是人，十地是人。该的心境不可量、不可亲、无余的、不可思议空间，后边固然是讲，如是人定，
这肥鹅当出来，阿妙做了什么三宝？第二个，人生一贯的艺术的在当中，尤其要代替咱面的所属来讲啦，来代天算哦，天机运作。所以，你要会当替面的所属来形成代表，如来，你要替如来形成代表，如来来讲。因为你这个金光金的内底，就是你教恁这人来行这道场，无，咱是无够用行这道场。后壁你过来讲，可以无？若学生阿姐，即条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即条处境不能听上读诵解说。金光金的第十五分的内底，持金光金分，伊就来讲得足清楚。有乐小法者，乐小法者。老西瓜酱怎样？他叫做哦，这两个一切法、天人法，哦，甚至小圣法，叫做乐小法者。那你一东西分得咧，讲法华经的心得，因为讲到法华经的当中，五千阿罗汉，即是理性，理性，你讲说我听无。我袂听这个物件，大家走无看。不得咱咱这边人讲，教雅败种，生不出菩提果来。大爷败种啊，生不出菩提根来，菩提果来。当然，你一般无法查，你就当查。谁个不得你讲啊？这叫假物件。因为你无法通听到这个物件，你嘛无法通了解这个物件。我讲的这个物件，你头头无摸，唔知在听什么。所以讲，我为法来成教授，为法最上成教授。啊，那咱今日六祖坛经，就是不那为法来成教授，为法最上成教授。因为咱一般人来说，咱今日咧参三宝相啊，一部经典内底当中，无离开三宝相啊，无离开三宝心法这四样，这部经典是无离开的物件。这是咱华严有非常宝贵的物件。金刚经，因为无经过经典，无认为三宝生活的物件，你要如何拿手看出着伊真实？安尼咪？所以呢，伊今日这物件是确确实实是讲得足水，阿嘛讲得足好。以前咧讲，五处法门，从上以来，对过去，对咱过去，咱们一发啊开悟，啊结果是自然成。推到给咱大摩做书迄个时阵，大摩做书，你当初是你来做，到咱中国是大摩所做，哦，所以呢，伊讲从上以来，对过去一路来，你传的物件拢传这物件，我无家己加生出，我无家己不加入的物件，我无家己去生出来物件，这是过去来，这叫做哪？这叫做正法，这叫做正法。唔是这个物件，叫做骗你一切法。但是伊那来讲，先入无量为宗，这有四个咧来注意：无量为宗、无相为体、无量无住为本。这有差别对，中体本有差别对。其实是一个名词上的转变了，其实这物件拢无差，因为你若差别的，这中间的极限，极限，体嘛叫极限，基本叫极限，本嘛叫极限。
那安尼当中，就拢无要想，你就是甲断开，断开，念甲断死开。五轮有一种灵断思想，这个思想是念吗？你就开始断得掉伊吗？啊，你一块槟榔怎么少伊啊？是不是？真正的修行道内底当中，有分这三种的功夫。第一种就是啥？上界在啦，就是看俗、看景、二度心、听声、二声心。看到景哦，我就开始放心啊，我心安住未了啊。听声，我就安那，我就开始生心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生心是旁边人，我看一个影，就安那。生一个影，啊，讲作呢就刷刷，啊，讲草草呢就等等，啊，就这个物件，就是讲这个物件。其实第一个功夫叫做啦，迄无功夫啦，叫做定定，就是听声而生心。第二种呢，就是无看到景，无生心；无听到声，也无动心。无看到景啊！我若无看到景，我就袂生心啊！啊，若无听到声呢，我就袂动心。嗯，都无看到啊！真正要讲个平时个过去个时阵就是呐，遁入空门啊！啊，个一时一时一时得解啊！安尼哦，我看到就迄个了，就袂生迄个心啊嘛！过去当中啊，有一个师傅啊，哦。啊，带着两个小沙弥，当时在遐后，伊在遐甲带伊到伫个深山古洞拢无人跑所在，吼、哦，啊，着以后我独修独修，啊，两个小沙弥与世隔绝啊，就是拢无听着，拢无看着哪位。有一个在当中，师父特别来化解两个囡仔，下天个甲一百岁个时阵，伊着对伊拢无人跑所在。以树隔绝迄个所在，啊个带落来到市区，安尼遐行遐行，有一日啊，当咧行的时阵，迄个三米长的树，说迄是哪？不是两个老虎，迄个食人的老虎，安尼对了。哦，迄个老虎，迄食人老虎要水哦，吼，伊的心在咧动心啊，你听无？啊，就问迄个。迄个叫迄个第二个，本来是本来同相关的这个赤的老虎，本来是吉普外号的这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子，到他迄个波倒转伊的时阵，倒转到伊无人搞迄个所在，输了同讲，你今日恁两个合我来行，吼，多行一日，互恁的感受，恁是什么代志，想恁就感动，伊阿讲。迄、那个食老虎的，吃人的老虎，我看到吼最喜欢。迄、那个师傅讲的，师傅真的要改变这种习性，不是那么简单。十几年拢看到，带到到下底，安尼落来当中，得去，原来不能叫迄两个做，迄做起来那样，不能叫会吃，那个会吃人的老虎叫那样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个性。我过去有一个，叫做哪？叫无根禅师了，叫无根啊，吼、哦，看、哦、这个故事了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无根禅师啊，因一个师弟啊，叫妙空啊，哦，因这种禅师啊，有一个这个无根禅师的当中啊，那坐禅的时阵，啊，坐到他无出窍。当到第三日的时阵，伊咧徒弟就讲：，唔管输巧赢的，怎把伊这个肉块怎夹，去烧掉、烧烧掉去听。到一礼拜当中吼，这五根禅师吼，你要找伊肉块，怎找回这个肉块啊？安尼就对了。所以伊咧时阵，伊唔是啊，就到哪呢？到伊的县，讲：，哎呀，我的肉体啊，我把这病治好啊！弄到好贵的游戏，因遐小三，大家会使讲非常的恐惧，也非常的害怕，安尼对。
那也当跟你这庙空哦，四地庙空，立的祥林哦，这祝贺祥林嘛，哦，那祥祥林祥林嘛，到时候你请教庙空，庙空然后好，那我就下去祷。讲起后去挂了无根禅师的迄个房间，要单头伊半暝来，要找伊的八戒，哀声不绝，啊，里面吵归暝，啊，要找伊迄个伊的八戒。迄个时阵当中，迄、那个妙空禅师啊，就来伫遐解释讲：你把我准备同学，你把我准备一同火会啦吼，会安尼。啊，哪怕半暝时阵，迄、那个无根禅师，大家还一直吹着伊个啦，伊个八戒哀声不绝，哪怕开始变的时阵，妙空就讲：无根老大，我是妙空。我是你的兄弟，我是妙空，好，你妙空，你要找你妈给你东西，你的妈给你是汤水的来背，好，这我跟你讲，那怎样呢？对在对方对的要弄两个月的，啊，我快的继续不好，啊，不是，你的妈给你是汤水来背，一晚的招聘会会对的，好，啊，人弄两个月，反正是我，那你好点。头顶你生的吗？你头顶，啊，你头顶那么冷，谁说那是无？已经解脱了。我无根啊，无根啊，你已经解脱了。你能够上空去，能够下地来，能够到土地，能够上土来，你能到水去，能够出水来，能够到火去，啊，能够出火来，你都不爱，你都不爱。你都不爱了，你都不爱，你就是解脱嘛，你就是解脱，哦，你就是解脱。为安住你们眼的水，这个八戒，你也当个小空姐，你也当河爹了，你当小醉，你都不要受到限制，你都无爱，无限制啊！你为什么要一定得找到你那个东西？东西让你这个不在当下就开悟了，刚开悟。他就回去了。啊，昨天一直没来了啊，就没来了水面八戒。这个难的是哪？这个念，这个念，念的三心这么紧，这个三心的紧，紧条嘞，念头。啊，这个念头，当今的你，你爱无念，那个无念就是讲，我今天怎都无想法，唔是安尼，再念。几波是那样，等他就这样过来，他就眼不见，心不乱，耳不听，心不烦。比人家修了两米岁的内当中，最后的层次就眼见，心不乱，耳听，心不烦。你把心放在哪？你放在，你放在小，你眼中，你的手中，你无生粗，你无生小，你无生硬。你两边不生，两边生小，不生，不生出。哎，你先看看你进来，哦，我看到，我没生养，我没生，我不是你的亲舅娘。嘿，武则天，嘿，官位，那老李把人心的人给补下来。哦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以前这个话用掉，我们讲这些说法，当不是直接讲给上方。我今见，请问你见到什么？请问你闻到什么？请问你得到什么？请问你要受持什么？这个话以为我今，我给了你。我今见闻的又是你心里面，所以出去的后面讲晚淡愿解，愿解，这个晚淡意思的是心里面，他还没证悟，虽然一些事物改变别人，对当天他们还没证到见闻得受持，但是。希望讲，愿解，我能了解如来实义，如来实义，
你伫家庭内底，你伫婚姻内底，你伫职业内底，你要想起什么物件？这物件你唔捌，你要怎了解你的心？见，见而不见，见化见；闻而无闻，闻化见；受而闻而无闻，闻化见；得而闻而得化见。唔是无哦，你听好哦，有见，唔是叫你无见哦。这个地，行个，阿弥，你看到啦？你看到阿弥娘吗？你有看到水无？看到白水无？泡茶，你看到看到哪？茶娘吗？你看到茶娘吗？你敢看到？你敢看到？你敢看到？伊的死意，伊的死意，他的死意，伊的死意，死意，就是你讲水嘛。所以这个本族，这个本人就是水嘛。你发现你心里，你的心里是什么？这个心里是不变的东西嘛。但是呢，会发现发现啊，拢发现表象，不发现真相。他在百方城市讲出来那个，表弟为兄弟，关系这个一年，一年要记一粒始终，用一副兄弟。这个不幸运的人不能死，但是不能人关系这个姻缘，你今天发现你的幸福多远，一定要开光。你今天来开光，主言语言不免得跟你讲闹，但跟你讲闹，你拢二啊三四五六，你拢不是那个死的，那不是今年死的。我想讲，当你今晚在那困的时阵，人咧问我，你说今晚睡啥牌？你敢问？上点钟我十点了，今天早十点才有分。我们几点爬的？我六点爬的。你已经六点就爬啊？今天早六点嘛？安尼听无？你讲你对移民，你对移民，对迄个古我到有要有我之前去断迄个事业，你都还没，你无有一个啦，无有一个。你这个念，它是清净念，它没有一个分别在里面。你怎么能够？好，我怎么困一下？困一醒，困一下，足舒服的吼。我一醒到天光吼，我怎么做好困的吼？啊，你怎么能够睡眠啊？吼，啊，你怎么能够十二点？吼，那那边我过，两点要起来站。哦，你卖什么时间啦？你卖哪卖啦？几年叫几年？你听几年？你会愈困愈艰苦的。啥叫啥叫啥花花几年？人咧花比有困难呢啊！啊，人咧花人来困难起你死啦！你是困袂起，你讲咧讲花几年？时间家己的问题，今年啊，你没有入到那个时机的内当中，你阿个努力啦，努力混。闻，你二的灵魂，你这一魂，你还没有闻而无闻闻法界。什么闻而无闻？我不听的，但是我心每当三千之中的，对应的能量，我不管心里听不听，叫做闻而无闻闻法界。所以写在说我们出的，你讲青青翠竹即是如来，郁郁王王为是波人。前面是问，清清水滴哦，我看到十千水的水滴哦，拢就是如来的化身哦。比如我看到这个五分的那个玉香花哦，我看到玉香花贵了是几米啊？拢是地位哦，伊用个对我的笑哦，阿妈妈对伊的笑哦，那叫做一心法界，那叫做一心法界。一心法界，他们要问什么叫法界？这个念就爱他，这个法界该什么数啊？那想到这里呀，这个法界叫做自然法界，所以呢，想到自然的话，用财团保安啊，保安，不，只要能够财团嘛，财团嘛，你就自然人嘛，啊，什么叫自然？自然就是道嘛。做人在很自然嘛，一心没有二心才能进入法界嘛。你进入到自然的法界，那个一心法界，你发觉，哦，那个黄花
迄拢伊个地位，你看省做什么，拢是苦。